是剩下的代表。这现在是，而且黏到谁？我跟你讲，你怎么还穿这长裤啊？没有，是凉凉的、啊，松松。但你真的自己要去海边没有？对啊。这个真的是出门即火化的天气，为什么我们要来这里？霞海城隍庙？难道是要求姻缘吗？是啊，这我好不容易从一个姻缘走出来，为什么还要再求姻缘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也是第一次来。是哦，我听说那个有一些单身同志，听说好像有一个人，他一直都会来这里晃晃晃晃晃晃，不知道晃什么晃。欢迎贝贝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大家好。你干嘛？你为什么？而且你还穿两件。穿两件？哦，没有，我是故意造型。脱了啦，太热了。脱了，脱了。哎呀，好热啊！你到底今天带我们来这里干嘛？我今天带你们来这边。其实我蛮喜欢来这边的，因为我自己本来很喜欢骑脚踏车，然后骑脚踏车只要经过河滨公园，我一定会来这边吃小吃，然后晃晃。求姻缘，这边很棒。求姻缘，哎，我还真的没有来这边求过。你不是进去求，你是在那边看哪一个单身女子在这里求姻缘？这好像有道理耶。哎，对，这好像也是一种方法。在这里回应月老的哈，抱歉，求姻缘吗？跟着我走。我觉得我们先去一个很凉快的地方。你要觉得会让身心灵凉快。对，火气很大。火气很大吗？你不要以为你小心就可以让我们，是因为在让你们晒太阳，是不是？啊，不然呢？哦，好，那我们赶快去那个。好，哪边？凉快的地方。走，这边。看，她就是这样带求姻缘的女子去凉快的地方。不是啊。哎，这一家吗？就是这边，这边就是每次我骑完脚踏车觉得很热的时候，我就来这边喝一杯。哦，哎，这边超级好找，就在永乐市场的对面。哎，对耶。对啊。而且我来觉得来到这边呢，闻到这味道有没有觉得就是属于全校？就是它其实味道很好闻。有，它就是很多，就是很多的药草味。对，你都喝什么？我都喝，其实我都喝青草茶，那我觉得毛根茶也蛮酷的。你们俩可以喝。毛根茶是什么？它其实是海子，它就叫白毛根。它喝起来什么味道？加上一米。那我要三杯青草茶啊！我试试看毛根茶。哎，我想试一个小的毛根茶。啊哈，真正解热是不是？其实我不要。你不要吗？苦茶又不是综艺节目。对啊，我还喝不够哦。那青草茶。好，谢谢。可以喝到有很浓的仙草的味道，然后薄荷，好，毛根，甜甜的，因为它有老板好像说他们有独家的配方是跟。它的青草茶不太一样。嗯，真的青草茶喝下去会凉哎。那我们进去看一下，我们可以去里面看一下吗？好啊。好哎，你看它这个地板都是很久以前的，对耶，就是阿公阿嬷家会有的那种地板。对。然后它是因为跟着那个台北市政府，然后有了一个再造计划，然后才改成这样很文青的感觉。这是泡澡用的。泡澡用吗？青草浴包。青草浴包的话，它大致上就是通血路啊，对啊，就是我们体内的循环啊，对，很做环保的。带个十包了吧？哦，老板，听说你这间店有七十年的历史，但你这个装潢完全不像七十年的历史。这个，但是什么时候？有一个偶然的一个机会，就是我们大概六年前。六年前。然后我们被那个台北市政府那个改造计划，他那个市政府他们有一个专门在。早寻大概最老的店面，大概最少要60年。哇！然后因为我们刚好符合他们的需求，因为我们店也历史也到70、80年。对啊，70年很久哎。所以这个是家里祖传的吗？哎，对，因为我已经第三代了。第三代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被分心了，因为一个外国人来买青草茶，所以这边很多外国人会来光顾啊，尤其是日本人。哎呀，韩国人，对，好酷哦！对，日本人来一定是一批一批买回去的药材。对啊，我觉得他青草茶有比，不然我比较熟啦，因为我青草茶都只喝过便利商店。啊，对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他，我第一次喝这么纯浓醇的青草茶，而且喝下去有那种薄荷凉感。对，薄荷凉感，而且我觉得它没有太重的草药味，真的这样。有喝完了，喝下去真的有酱。老板，你有宅配吗？有，我没有宅配。我觉得夏天应该每天起床就先灌。对，这个不会有太凉的问题吗？不会。会拉，因为我们的秘方里面都已经有经过筛选。应该不会就喝完这个没有啦，我觉得这个还。已经很凉了，对不对？下一家准备的是直接吃冰，让你们透心凉，就一层一层的凉上去。对，是。而且那间店很特别，你们等一下去看就知道。好啊，吃冰。也是购物都被你带到了，而且我们女生那边去吃，你再去什么吃啊？对，去什么吃？高级今天晚上回去就要泡。